是米娅，妈妈米娅的米娅，也可以叫我米小雅。非常开心加入拉米狗了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跟我的个性非常的符合，非常的活泼，非常的可爱，而且像仙女一样哦。好啦，主要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开幕战要等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来相见了，所以记得。每天都要帮我按赞一下，或者呢，邀请你的朋友帮我按赞一下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开幕战之后相见喽。